嚟到年初三，张志全师傅带住佢嘅舞狮嚟到时代广场表演。上次我哋带大家去参观佢哋嘅舞馆，唔知佢到现场采青嘅情况又系点嘅呢？一齐嚟睇下啦！有冇听过大头佛妈妈同仔仔嘅故事呢？张志全师傅嘅彩青讲求故事醒言，唔讲唔知啊，原来舞狮系闻到青味先会醒嘅，寓意新一年春天嘅来临。讲到新年，又点少得去茶楼同市民拜年啊？见到舞狮，各位茶客都似乎特别兴奋，抢住去摸狮头，希望新一年可以旺上加旺咁话咯。睇到我都好想去摸下个狮头，为新一年添下啲福气添。星岛同仁希望藉住呢度，祝大家事事如意，步步高升，新一年旺上加旺。